的有点满，那个大脸盘的还是三环的。仔细看，前面黑色轿车上下来一位美女，本以为她会就此离开，谁知道她突然走到我们车前，挥手示意黑车强插进来。那咱们车主绝对不会惯着她的臭毛病，按下喇叭让她赶紧离开，但是黑车还在尝试，毕竟女朋友还在看着自己，不然我多没面子。咱们车主紧跟白车，根本就不给她加塞的机会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但凡你给车主打个招呼，我想都会让你变道过来，你这一下车就来个人肉加塞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无奈的黑车只能愤然离去。看到这里，我只想说一句，车主干得漂亮。视频车听着动感的音乐，车速很快，前面白色轿车左转成功，然而第二辆黑色轿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我说哥们儿，转弯一定要减速慢行，注意观察车辆啊。车主正常行驶，看到前面刹车灯亮起，我们就要提前减速了。你到现在刹车，那根本就是刹不住的，一定要保持好车距啊。前车打个转向就要变道，压根都没有观察后方的车辆。你变道可以，但不能影响后面车辆正常行驶啊。视频车正常行驶，我说这对面是怎么开车的，还好是刹住了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说兄弟，这种情况你还能笑得出来，你也真是个人才啊。目前来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这个自行车看都不看直接向左乱拐，还好车主速度并不快，只是擦了一下，这自行车有碰瓷的嫌疑啊。好吧，他就是在碰瓷。车主速度很慢，很有防范意识，看到对面电瓶车驶来，车主随时刹车。哎呀，这电瓶车还是直接撞了上来。我说哥们儿，虽然你刚谈了一个女朋友，也不能这样兴奋呀。视频车速度很慢，这时突然冲出来一个熊孩子，哎呦，这多危险啊，你这就是害人害己啊，希望这位家长及时教育，不然早晚还得出事。